大家好，我是咕噜咕噜又养生饮品的创办人 Anson。有感于食安问题严重以及环境污染对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，所以我们创立了咕噜咕噜养生饮品。而健康其实是一直我们的坚持，也是咕噜咕噜带给大家最好的礼物。而从创立到现在，我们秉持的初心，制作出好吸收又健康美味的银耳饮品。我希望把我的故事在节目上与你们分享，请大家不要错过古典音乐台 FM97.7 的节目，我们在空中与你相会，也在此预祝大家健康快乐，新年恭喜。